大家好，我是屏幕。现在我在安徽安庆下面的一个小县城，这里叫望江县。带大家来看一下。这里现在是县城最繁华的一个地方，虽然它的街道还是很窄。这个地方感觉这么多年过去了，一直都没有什么变化，除了街上的店更新了以外，开了几家比较新的店以外，街道啊什么的感觉还是老样子。这边现在还在修路，感觉这个地方修路修了好久了，一直都没有修好，我去年来的时候就已经在修路了。这是世纪华联购物中心，算是他们望江比较繁华的一条街了。